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发啦。你是道丁阿发的开讲的时间啦、啊。今天非常难得，我们请到韩国的艺术家Mill King， 还有我很尊敬的韩国的思想家金龙沃教授呢，来到我们现场了、啊，谈他这次呢从这个1月18号开始，在我们高雄博尔特区他非常动人的这个摄影展了、啊。那么还是想要。就刚刚的问题在问这个 Mill King 的，就是说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摄影作品是看到他地下道和这个老鼠在一起的这些照片哦。那么这我作为一个文学家，马上就联想到 Dostoevsky 的这个非常有名的小说叫做地下室手记，他讲每个人心灵的底下有个潜藏的地下室。那么这个摄影让我联想到说，我们人类在地面上建立了一个都市，其实在这个人类所建立的都市的底下，其实有群体的这个文化在里面，无论是漂亮或不漂亮的东西，我想要问这个 Mill King 说，他在表达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很强烈要表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그어떤무의식세계도시로나타난거아니고지하에들어가서네가노린게뭐냐지하로들어가 I was looking at the city as a living organism as a whole, because it's constantly changing its breathing, and you know there's the hidden infrastructure of the city, and I was interested in physically delving into it andin a way, dissecting this organ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when you, psychologically, this space represented for me the subconscious of the city,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forgotten stories, forgotten history in these spaces, like abandoned factories, underground tunnels where actually homeless people lived, and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ity that have been forgotten by the regular urban dweller. So I was interested in also finding out the story and looking at these places as the subconscious. And I wanted to in a way bring it forward and animate these spaces and.Give more focus. And in many ways I'm interested in places that are hidden, unseen, and forgotten, abandoned. And this time also with the desert, it's, you know, it's actually, you can think of it as that I was going into deserts inside the city, and now I completely left the city and exploring actual deserts. Mm.他说那些地下世界那些废墟下水道那些地方，在都市的那些组织生态之外是在下面，他们其实是一个活的一个器官活的组织一个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他说很多，它其实是一种另外一种被隐藏的基础建设，大家看不到这样情况下。没有人，大家看不到，也被人家遗忘，但是在里面你会发现，有街友住在里面，街友无家可归的那些街友，然后也有其他的生态动物不是老鼠、蟑螂那些东西，那他说这些东西其实是一种潜在的有意识的东西，是甚至是一种次意识这样的东西生存在地下世界所以那样情况下。他说他自己进去了，然后他去探索，去挖掘出这些地下世界的故事，那么从这些过程当中，他觉得说，他要把这些不被人家注意、大家一向看不见、甚至被遗忘的地方，把它凸显出来，用他照片摄影方式的呈现，那成为一个焦点，让大家会去注意了。接着我想请问这个我们的好朋友金龙沃教授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浅一点，就是说
啊，金龙教授是我们公认为东亚的重要的思想家，家里又是书香门第哈、哦，那看到女儿用裸体去表现这样的世界，有让她感到为难过吗？或者是你觉得说可以啊，让她彻底去表现这样的思想啊？然后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说，从 Neil King 的摄影里面，事实上有他父亲的那种影子，就是很严肃的对人生的哲学的思维在里面。金教授觉得怎么样？啊、最初我听了他做那样的活动，当然这以父亲的心情来说，这不太舒服啊。但是啊，我这个越来越了解他的这个渴望世界，譬如说，人家不堪的地方，或者是这个这 Lost City 的已经消失的过去啊，但是这里面有真正的都市的生命力，所以这次去沙漠也是，完全forsaken 这个遗弃的地方，所以他，这个一个这个都市或者是沙漠，他什么都他这个把他们成为生命体一个生命体，所以。所以让他们了解这个不是无生命的，这是完全生命活跃的。那把自己的身体透在这边那边呢，然后让他们感觉到这个是生命的一种佛教这个思想来说，华藏华严世界啊，这个不是无生命，所以那种他表达的地方，我受了，我也自己受了感名，这个跟哲学不同的表现方式啊，也是这个很好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也是学画画的。哦哦哦，那她有一段时间呢，就一直画她自己的裸体啊。嗯。啊、我刚开始也是很震撼，因为虽然他脸孔没有画自己，但是我知道他是在画他自己啊、他的想法那些东西，那我就很自然的就接受了。那么在你的心理的过程里面，你觉得说现在透过这些摄影作品，你真的了解 Neil King 的这个他自己的一个世界啊，思想的一些东西，你觉得你完全能够理解吗？我不能说我这个我完全理解我的女儿的艺术世界啊，但这个我不能说了。但是她这个她刚生这个生的时候啊，这个、出生的时候，我看来她。这个比较，我以为她很漂亮啊，所以我给她她名字米露，说米是越来越这个意思啊，就米勒的米啊，但是米是越来越露是丑陋的露啊，所以这个在韩国也是这个贵的东西。我们给这个很简陋的名字，所以我叫他米肉，丑陋的意思啊，所以他这个演奏他的分析对象是这种丑陋的地方，这个说一种那个。我的思想来说，这个是一种它有反文明的这个思考啊，那个我觉得很可贵。对，那个弥勒，我看你写的中文取的这个肉，其实中文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可以说是
越来越朴素，嗯，越来越简单，嗯，啊，回到原来那个点的意思啊啊啊！是。那么我想请问这 Milkin 呢，啊？嗯，我第一次看到你那个地下室的那个和老鼠和街友在一起，嗯，第二次看到你和猪在一起，嗯，但是很 shock， 嗯，那个很 shock， 它并不美，嗯，它并不美，但是它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反省，嗯，很大的反省。但是这一次的不一样，这次他在沙漠里面骆驼的感觉，他是让我一看就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他是非常美，美到让你几乎要掉眼泪。哦，同样是裸体啊，嗯，那么在呈现这两个这样的世界的时候，他在处理这些主题的时候，啊，他有不同的感受嘛、想法。一问个那他 ，serious 啊 ，serious， 그너무예쁘다고너무아름다워요그사진마다아그감굉장히감동했다고그러니까과거에는 、네、 그이주뭐쥐라든가지하라든가예그돼지하고같이있을때는상당히충격으로다가왔지만요번에사막에서낙타를쳐다보면서그거는느낌이좀다르다이거야그다른느낌에대해서좀설명해주시면是，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回来我们让 Milkin 呢，好好的把这个部分呢，让我们啊解说一下。嗯，暂时休息一下。